大家好，我呢刚又买了一袋这个首饰，9.99，我有一个2块钱的减价券，所以是8块。我每次买的时候呢，我会看一看呢，从外边看一看，它有没有就说是金子或银的。我过去我每次买呢都会。大概都会看到有金的，这个呢我没看到，但是我看到有银的，所以那我就来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找金。银的肯定有，但是金呢不知道，所以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这个呢是一个石头做的一个项链，但是这个扣呢坏了。这是一个手链，好像是。这是一条鞋带儿，但是上头了，他弄了好多的那个，挂了好多的耳环似的。我看看这这儿有2只，这儿有2只。好像上头呢的耳环呢都是那种装饰用的，这是一个蝴蝶。这个呢是一个塑料做的项链，哇，这儿挂了一个小的项链。看到没有？这是他们叫的是什么？Camel？这个，但是这个链儿断了，这个链儿坏了。但也不是，不是银的，也不是金的。这边有一条呢，项链儿，我来看一下这个勾上它写的是什么。没有字。这有一只，这是一个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是很像是银的，它也没有写。那我先把它放到一边，然后我来测一下。这个是我在外头就看到的。这一个呢，中间是好像那种塑料做的花，外头这个圈呢是银的。OK，又一只鞋带，上头又拴的是。是耳环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副，五副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上头大概有十，哦，还有10个，11个，这个剩下一只。这一只呢，好像是银的。那么这一对儿，
好像也是银的，这一对也是银的，这一对也是，哇，好像这一个上头拴的呢，套的全部是银的。好，这个我放在旁边。这边呢还有一个，我在袋儿从袋儿的外头就看到了，这边有一个很细的小链儿，越这个细的呢，越有可能是银的啊什么的。我来拿放大镜看一下。这是银的，但是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银的，但这个链儿是银的。这是一只耳环，这是缠到一起了又。哎，我看到这儿有一只耳环，我来看看这个，很像是金的，它这棍儿呢也是。金色的，但是我看一看，不是，没有标任何字，这又缠到一起的，这是一只项链，但是缠到一起了，好像也不是银的。所以我也不要解它了，这几个我也不解了。这是一只耳环，这是一个手链，这是一个塑料的项链，这又是塑料的项链。这些都是塑料的项链，但是这边有一个，这个颜色很像是银的，我来看一下，这个很像是银的，但是它没有标，因为。它没有标，它是一个项链，这边中间是有一个，也好像是银的，旁边是石头，这个留在旁边，我来看一下。有一个戒指，这个戒指呢，看着像是银的。呀，这个有标，在哪儿呢？在那边有字，这是银的，还有这些都是这些塑料的这种项链、手链，这还有，这是一个木头的，中间好像，这是编的项链。这是一只耳环，这边又是一个编的项链，这也是编的项链，这是用根绳儿编的，套的一块石头，这是好像是石头的项链，这也是一个项坠儿。又一个项坠，这是一个项链，还在袋子里头的，不是银的呀。看这边还有一个，也在袋子里头的，是个手链。这个手镯，
这又是一个系头发的，这边是个，这是手链，这又一个手链，这边这个是系头发的，啊，戴出一只耳环，啊，这是中国编的那种手链，这是一个。嗯，也不是银的。哎，我看好像有字，我打开看一下。上头有写，这边是952，连到925，又到了。925，这个放一边，这是塑料的项链，这是个手链，手镯，这是一个不知道是什么铁链，这个呢也是一个。手项链，手链，这是一个十字架的项链，这也不是银的。这边有一个，好像是项链。也不是，不是金的，也不是银的。哇，这边有一个鹿的项链。这边有一个手镯，颜色呢看着像是银的。我来看看有没有字，好像没有字。这是仿造的一个旧的铜钱做的项链，这个呢手镯，这个是一个塑料做的，塑料好像是贝壳做的项链，但是这个头呢也是坏了。这边有一个戒指，这是蛮好看的，但都是那种假的。还有一个手镯，塑料的，都是手镯塑料。又一个塑料球的，这是一个戒指，中间这个石头也没有了。这是一只耳环，这是一个手镯，手链，一个手镯，一个项链，这是塑料做的，这个呢，这看着像是银的，但是是坏了。我来看看有字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字。这边有一只耳环，这是坏了的手链，这是一只手镯，看
看着像银，但是没有标任何东西。我来试试吸不吸，它不吸，那我只能是拿那个来测一下了。一只耳环，一个盒里装了两只耳环。这是也是单只的耳环，哎，这有一只新耳环，这是做的一个项链坠儿。这是一只这种装饰的手表，但是呢，链呢断了，它这三条，其中一条断了。哎，这有一只耳环，像是银的。没有字。垃圾，这也是垃圾。这是个塑料的，像是塑料的还是玻璃的？这边还有什么东西呢？是断掉了。这是那一只项链。这还有一只表，这有一个小的坠儿，项链坠儿，一只大的耳环，这边呢，一个耳环套了一个戒指。我来看一下这只耳环呢是什么，看着像银的，不是。这是一个盘儿，这是一个什么的小坠儿啊，这是一个一只耳环。也是一只耳环，这是一个项链坠儿，手链儿，这是珠珠边的手链，那这是项链。马上就完了，我还没有看到。哎，这有一只是什么？不是，不是金的，看着像，不是。手镯、戒指。这一只好像是塑料的。也是塑料的，这是一只外星人的脸的还是什么的戒指，看着像银的，但是不是。这又一只那种装饰的戒指，这个是可以有松紧的戒指。这是刚才那个套在鞋带上的那一掉的一只，这是一个银的一个，剩下的呢都是这些小的了。
这一只呢像是银的，这是一个松紧的，这是一个盘儿，这是掉下来的一个珠珠，这是一个小坠儿，太阳，这是一只耳环，只有一只，先放看看能找到另外一只不？这也是一只耳环，都是剩下的一都是一只一只的。平安，你看信上这写的平安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垃圾了都。这是一只耳环，这是一个什么？搞不懂。这是掉下来的一部分，这是。看看，有字，它只是这儿字是写的是意大利，也不是银的，都是一只一只耳环。哎，这儿有一个，看看这个是什么。什么都不是，一只耳环，这是一个十字架，这又一只，我来看一下，好像不是，看着像金子，不是。这有一只，这叫 starfish， 也不是，一个